从那个水管抽出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儿。吃过晚饭出来买点鸡蛋和水果。白天一直下雨，现在晚上没下了，挺凉快的。灯火辉煌。所走过的这一段旅程是那样的熟悉而陌生，曾经彷徨过，哭过也笑过，眼前浮现着漂泊的身影，短暂而又漫长的这段不知在哪个驿站我们相逢，曾经付出过，恨过也爱过，到现在留给自己的是什么？有谁能够了解人生的寂寞？谁能知道快乐是怎样的选择？谁能静下来为自己想念？如何面对人生的几天？我们已经回来了，水果没买。刚刚看到那个贵妃芒特价5.8一斤，实在挑不出好的。原价要9.8呢，他现在5.8卖，肯定也是因为不好了。就这样不好，还要5.8一斤。现在水果真的是太贵了，看看都舍不得买。我说买个小西瓜吧，女儿说她要吃大西瓜，今天没有骑车子，大西瓜也提不动，明天再买吧。就上超市买了点鸡蛋、一瓶可乐跟一组 AD 钙奶。女儿说要喝 AD 钙奶，一共花了28.1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咱们就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简单的幸福。